刚我的 GoPro 又在乱搞，还有哔哔哔哔哔哔。现在是录的状态，你也开吗？我怀疑我这一台会不知道是被别人，总之就觉得软体不大好还是怎样。擦棒棒啊！有擦棒棒吗？有啊。然后右边有一个，有一条小馒头。蛮惨的哎，怎么昨天的雪都不见了？嗯。啊，好惨！怎么那么快？今天不是蛮多雪的吗？今天的空气也比较冷。练好。刚马自费下到一半，我就看到这个上面的，对，你看那个高度有在某个地方。什么缆车？我们的这个顶的缆车站啊。这个。对，我在马自费有往这边看过来、嗯，下到某个高度，这个缆车还在下面。还在下。对啊，还在下面。你要下到更低到一个地方，那时候你就不会看，有点看不到到这。你看，一直到差不多。这样子，那边还有一堆馒头。有差距，我以为它没差。不过这个就没差，一二三，二跟三都没差。好惨哦，有个薄的。上面有很多旗子啊。嗯。嗯。不，会有这么少雪？嗯。明天也惨，还是惨，对不对？音乐当观光好了。嗯，是吗？对啊，刚好让肌肉休息一天。哦，不过我觉得我今天都已经，只有刚因为一直下山，然后又滑得有点累。我现在觉得大腿上部有一些累。我就是刚下来累，我往马自费的时候没有感觉累，真是。是吗？你说红线很累哦？红线下来的时候，过人家检定后的那一段、嗯、很长，但是整个就因为你要一直要，而且我冲很快，而且你只要花力气去转弯啊什么那些的、啊，对，嗯，就是冲很快很累，所以我后来就要想说，好、啊，那我慢慢下好了。哦，谢谢，慢慢下，好久，你快点啊，我去休息。你在拖什么、啊？我没有拖啊，我很累，所以我下得更慢。我就觉得你在拖。谁在拖啊？大家好啦，还是会冷。不会，我现在这样吹刚刚好。小太阳。说他们两个去八方，会不会要再去学一天学霸？嗯，你就看他们的心得。那一定说他要去滑黑线。
用雪板吗？然后他很厉害的。用雪板吗？是管道用什么？没有告诉他们全片是黑线。真的是黑线吗？真的，你去哪看你？我看你的，我从头到尾都黑线吗？我看你的后破。好的很吧。是，那我的嘞？好的很啊。我认为是他认体就是乱。本来我还蛮得意的，现在就觉得哈，早知道当初我买两台的时候就直接买两台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这你剪不会很麻烦？嗯，也还好，我根本不用剪啊。我现在回去一个标准流程就是把编号一样的拉一起。然后丢进一个软体，它会粘在一起。然后那个软体里面又会标 GPS， 我再把 GPS 弄进去。免费的吗？嗯，免费的，而且其实那是 Garmin 的软体。然后，突然发现它没有扶手，有点可怕。也还好啊，它没有边缘。嗯。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啊。拍哪里？拍这边。可是要下到哪里才看得到他们？站着就累了。看不到了吗？哎，看得到啊。来个环景好了。好了，走吧。真的比较累，爬这里真的也有点累，雪黏黏的。
这样脚很酸啊，脚很酸。很酸吗？嗯。我是还好。嗯。其实这种很难滑哎，热冰不是。对啊，不好玩啊。就这里这样子，这种冰不好练那个哈。冰什么？转弯啊。那里有一个别人弄出来的馒头啊。人家弄得太深了就。你说的转弯是要练哪一种转弯？是啊，就要去看看那一个喽。绿色缆车站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要去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要去那个缆车站啊。我没有要去看那个，我很累。我大概知道，我大概知道原理是什么了。你故意下去顶那一下、啊，你的身体已经先下去了，所以你转弯的时候拿到的能量会比较少，会比较简单。我们之所以会加速，是因为身体的重量往下、啊，往下一段距离，你下了这么多的距离，就会有这么多的能量，下的距离这么多，就只有这么多。我要是先下去一点，你是说会比较轻吗？对对对，你的脚也会觉得很轻松，就是你用棒棒去顶一下，赶快转个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顶的时候最好蹲一下，转弯以后才站起来。没有，就是说，先前进一点点，以后就开始下去了。上半身先下去，点一下就转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有感觉吗？没有。你就站在原地，我在你的旁边下去这样，然后你看我有没有办法做到。好像是这种感觉，好像是弯腰，弯腰这样。好好，你有办法走这边吗？还是要换方向？哦，好，那我再走远一点。好了，没有没有，好了，也是了。点一下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种弯腰，肚子被打一拳。点一下以后，然后你不是之前有经过馒头吗？经过馒头的时候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馒头的哪一个点。
你不要管馒头，你现在想象有个馒头，等一下的时候有馒头，有馒头的时候，板子不是会这样子起来吗？那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肚子要弯一下过那一个？你想象有一个，然后做完那个姿势以后，在这样的时候刚好会转一个弯。想象有个馒头，弯腰。哎，刚左转好像有一点像哎，你刚刚那最后一转好像有一点点像哎，不知道。嘿，这样嘿点，嘿点，嘿点，嘿点。喂，啊？我还没有啊，因为我没有要那么快学小转，我只是为了那个马姿背，只好先练这个。我本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的。好，走了。走哟，哔哔哔，什么鬼啊？